加工食物啊，又多糖又多盐，食坏人噶。咦？呢度仲话食得牛肉之类嘅红肉多啊，会有心血管病添啊！你咪唔信啊，真噶。啊，有嘢食啦。啊，唔该晒啊，哥哥仔。吓，你又嗌牛肉？你想毒死全家？少少啫嘛，咪咁大惊小怪啦。但系啊，你应该知道噶。同埋我见，每次出街食嘢之前啊，都有同事问下，知道有疫情。